接下来重量级的歌手哈，杰尼呢再次返场演唱。他曾经在18岁在印度尼西亚开了他的个人演唱会过后呢，获得了印度尼西亚全能歌唱家的称号，受到了印度尼西亚所有热爱歌唱女生的喜爱。那么接下来他将带着他的演唱曲目第一首《格拉纳达》送给你们，掌声欢迎杰尼。